杨哥，哎，杨哥，你躲什么呀？躲什么呀？不是给你玩个游戏吗？躲猫猫。玩猫猫，你好幼稚啊！那啥？你叫我过来干啥呀，杨哥？我家里还没收拾好呢。你还在家里打扫卫生啊？对啊。你知道这是？还没干完呢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这里啊。啊。这人好多呀，过来这人。对啊。哪里啊？这就是西安最热闹的地方——回民街。这就是回民街。对啊。这还不是主街道呢，那边才是主街道。怪兽人这么多啊。那你叫我来回民街干啥呀，杨哥？你要带我去吃东西吗？对啊，来回民街肯定要吃好吃的。啥好吃的呀？那你把眼睛闭上。这么神秘啊。你闭上。吃什么呀？你闭上，我再带你去。还要闭眼睛啊？对啊。那好吧。来，把我手拉上。还拉手。走，跟我走。上班。哎，慢点。好了，到了。到了。睁开眼了。看。这是哪里啊？哎，这不是我家辣椒面吗？这怎么在这里放着呀？你猜呀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，杨哥？来，过来。什么？过来。小心车。看，看没有？我把你那个你卖的辣椒看到我弄成一个品牌，然后我在这里给你开了一家店以后秦小一辣椒，以后你就是你这个店的老板。那你给我开的店呀？对啊。那我也不会弄啊。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我总不可能让你一直在我家里做保洁，对不对？来吧，过来看看店，快进去看看啊！快进去看一下，你进不进去？老板娘，你以后就是老板娘，你过来进去看看啊！看一下，这十个辣椒面就是你的，这是大片、中粗还有细粉，这还有这个，看，这还有酱辣子夹馍，还有酱辣子。对你吃饭没有？夹一个尝一下，你尝一下，快点，尝一下，先尝一个。那来，你夹个馍尝一尝，这是我在你家收的那个现椒，然后做成的酱辣子，你尝一下，这都是一整颗一整颗的，夹馍尝一下。这你自己做的呀，杨哥？对啊，你尝一下看我手艺咋样。好。啊。闻着香味没？这个好香啊，闻着。对啊。这就是夹馍的是不？对啊。好了，我尝一下。你尝一下，好吃吗？嗯，是不是好吃？好好吃啊，这个酱辣子。是啊。这咋做的呀？这里边有那个大葱、大蒜、生姜、杏仁，还有花椒叶，然后我腌制而成的，是不是很好吃，很香？这好香啊，这里面还有芝麻呢。对啊，这有整条的，这是粗的，我这边还做成的细的呢，看一下。还有细的？对，我还做的有细的。三妹，我把这个做成了这种，看，罐装的，一罐一罐的，还有油泼辣子、酱辣子都成一罐罐的了。这个就是我吃的这个长的是不？对。那行。这好好吃啊。那行，那个啥，三妹。嗯。店都交给你了，我这会儿有点事儿。你在这儿卖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杨哥，你开玩笑的吧？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啊，我那嘴笨，我不会卖啊。没事的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我先走了啊。那我试试啊。辣子夹馍尝一下，免费试吃的美女。尝一下酱辣子夹馍。姐，姜辣子夹馍尝一下。三妹，姜辣子夹馍怎么样啊？哥，我刚刚一瓶都没卖出去。没关系的。我觉得我不太会做生意，杨哥。你把这店交给我，我肯定会给你搞砸的。三妹，你不要气馁嘛，
不要气馁，这才开，这台你干多久？其实这个店，我那个啥交给你也是为了锻炼你自己，你总不可能一直让你做保洁，对不对？而且虽然你是从农村出来的，但是你这么聪明漂亮，我觉得你一定能做成功的，我看好你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知道吗？嗯，张哥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会好好学习的，努力把这个店做火。不错，小姑娘，我相信你未来可期哦，加油加油。